从今拄啊开始，福建乡公所一透早就接到民众通报，路中又阁出现大量的土。乡长周彦丁知影了后，除了通知清洁队到现场协助清理以外，嘛再次向民众呼吁，农机上路之前一定要将土清好清气，才袂造成其他用路人的危险，嘛避免受罚。道路面顶有真侪残土，搁加上落雨，规条道路是真歹行。骑车的人一个无注意，就真有可能骨头受伤。啊，若有起来吼，请问你啊，把烂土甲用个清洁，才起来道路变管行，较袂安尼把这款烂土用甲规个大路吼，人个骑机车真危险，会滑倒。哦，敢那旧年哦，敢那骑机车在烂土，机车滑倒会跪落个嘞，规个安尼规个手骨拢拍折哦吼。啊，拜托咱大家哦，啊，做伙来维护咱这道路个清洁啦。接到民众的通报，福建乡长周彦丁也特别到现场关心，同时也再次提醒附近做事的农民，农机上路之前一定要将残土清理好清气，避免造成其他用路人的危险，也避免受到处罚。今仔日吼，有咱的乡民吼，来通报吼，讲咱的农机业者吼，来攀残，所以讲吼，有甲一寡这个土吼，搁甲带起个大路。所以讲哦，因顶接到这个消息了，马上吼就会同咱的村长共同来关心。但是呢，因顶有来甲看吼，今年我那改善真多吼，所以讲哦，咱点起来土比去年加较少。但是我嘛呼吁咱跩农机业者呢，会当来共同维护咱福建乡所有道路行的安全吼。希望讲吼，咱若伫田里咧耕作起来了后呢，先把这个土吼甲拨好清气，再来。道路来行吼，较袂影响到咱骑机车咱跩朋友的安全吼，所以讲哦，伫遮甲咱跩农机业者呢，搁来较好用。即、這个暂时呢，即、這个道路吼有淡薄仔有即个烂土吼，我有拄到即个产主哦，我联络产主呢，赶紧吼先来甲做一个改善。因顶我那有联络咱的清洁队吼，即、這个机械呢，较等的吼会当先来安甲做一下整理。予咱的这个道路会当赶紧好行吼，因为佫落雨淡淡吼，车真危险，所以讲哦，伫遮嘛呼吁咱咱跩乡亲呢，这段时间呢，因为咧拄好春耕拄好开始吼，咱跩乡亲哦，时代吼，咱也伫道路咧行，大家较细腻咧吼，注意家己的安全吼，因顶原来甲大家共同来维护咱道路的清气，予大家有一条好行的路。乡长表示，即马开始进入春耕的时期，为了减少残土落伫咧道路的状况，公所会加强对农民的宣导，呼吁农民爱遵守规定，避免害着人，搁害着家己。新竹华新闻蔡良清复兴采访报道。